我师父跟于老师真的对女人啊没有什么兴趣，真的真的，这个就仅限于今天内部啊，就不要外传了。这老二位是真正的情人关系，真的。好多事儿你们可能不知道，每年情人节我师父收的鲜花巧克力都是于老师送的。于老师为什么抽烟啊？后台人多有掩护。为什么这个烫头啊？我师父薅着方便，好多事儿。好多事儿，这咱别外传了。这个，通过这个您看出什么来啊？节目好是好，但是德云社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过于老套了，都是传统的。我师父早就发现这问题了，所以今天派我来啊，现场咱们能招募一点新潮型的演员，有这方面特长的，您可以跟我报名。您可以放心啊，我们德云社在这个薪酬方面是不会亏待您的。我师父啊，每回给这些演员税后的收入都是非常高的啊，税前也是很高的啊，税前一般不谈价钱，税后咱们也说好了，不能说服务好这就涨价也不行啊。找我税呀？啊，来了一个霍比特人，你看啊。怎么看出来？就是你是来上来干嘛来了？我上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们现场招募演员啊，有没有新潮型的相声演员？我们招募一点。找对了，你是新潮型的呀？您看这模样，长都立秋了，您这个。我脸上有节气是？不是您新潮吗？您？我不新潮啊，但是我是新潮演员的经纪人。哦，您还带着艺人呢？当然了。您的艺人来了吗？这个先自我介绍一下。哦，您说一说。我是这个最强天团的这个经纪人。哦，我的名字叫加布里埃尔·塞巴斯蒂安·弗拉基米尔·伊维奇·朗赫言。谢谢。他们让你再来一遍。我的名字叫塞巴斯蒂安·加布里埃尔·弗拉基米尔·伊维奇·朗赫言。我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个名字可能很长啊，但是我有一个小名，小名叫 biu biu。 什么小名啊？这个自我介绍介绍完了啊，咱们言归正传。可以，有请我们的这个最炫天团。真有啊？你们哪看出帅来了？哎，这就是我们的最炫天团。这上来三个半兽人，这是啊，什么眼神啊？这跟你是一套的，这是啊，像话吗？这什么玩意儿？这个稀奇古怪的，哪儿看出稀奇古怪了？这是嘻哈范儿，我还嘻哈范儿。哟，哎，收拾收拾收拾，仨人受了辐射了都啊。我们这个最炫哪儿的事儿？啊，最炫天团有自己的团队名称。还有名称呢？来自我介绍一下。嗯，我叫 USB， 合在一起叫 USB。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骂你呢吗？骂我哪儿听出来的？这个名字不老好听的。这个自我介绍一下，名字我不管，这仨人得新潮啊，说的传统相声可不行。那当然了，这仨人我看着可眼熟。哎，怎么眼熟了？我们德云社好像有这样的演员。你看眼熟这位吗？啊，来来，你先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先介绍我们这个小 B。 怎么了？不是，这哪是新潮演员？这不德云四队的张云雷吗？这不是？呦呦呦呦呦呦！干嘛你要飞？你要是吧？飞起来吗？我张云雷啊！啊，张云雷他能跟我比吗？怎么不行？啊，你也不看张云雷台上那个德行啊，多好啊，跟个小骚娘们似的。你也别那么说，他能跟我比啊？别那么说，小骚娘们也啊。不是，可能我这一上来，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啊，我这个气质特别的洋气。你看我们那发型跟喇嘛似的，你这喇嘛呀？大家可能也对我比较熟悉啊。自我介绍一下啊，你说说。我是 B。 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情歌王子啊，我喜欢唱很多的情歌。哎，我还补充一下，嗯，这位呢是我们专门送去泰国修身的。哦，就是你就说到泰国改刀就可以了。是是，不要这么直白，手术还是比较成功的。看来啊，怎么着啊，
下面呢为大家唱几句情歌好吗？哦，好的。您还挺自恋的，真受观众的欢迎。嗯，来吧。他是悠悠一目咸阳，多想多想有人与之共享，他又揽了一段云窗，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来呀爱情啊，反正有大把欲望。越慌越想越慌，越痒越骚越痒，萨瓦迪卡。怎么样？你就直接说你多少钱不就完了吗？什么叫多少钱、啊？这什么演员呢？这不着急谈价钱，这能登大雅之、啊、大雅之堂吗？这个这怎么不行啊？这是根本就不行，这不得张云雷呢？您这我们有好的呀？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有好的换一个 S。哦，到我了。大家好，我是 S B。哎，你不要说他 S 啊，对 S。嗯，啊，张云雷太次了，根本就不喜欢。你也不怎么样啊？这位你也认识？这不那孟鹤堂吗？啊，说我像孟鹤堂啊？我不是孟鹤堂，我是小 S。 小 S 孟鹤堂太次了，我看你像小家伙。都说孟鹤堂好，叫舞蹈跳得好，跳那叫什么玩意哦？但啊，那就那叫啊，那叫什么玩意？咱这你看看了吗？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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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行，哎呀，我看着你有点痒痒。还好，你那胯，胯骨轴铝合金的，你这是。我啊 ，rap， 骂谁呢？这是啊？谁骂？哦，我翻译一下，哦、他说的是 rap，rap， 哎 ，rap， 饶舌。哦，我知道。咱玩的饶舌，自己能把舌头系上，谁行？哎、那你舌头这是正经，北美加利福尼亚八宝山第一告别式培养出来的。嗯，谁八宝山？曾经在八宝山唱歌，对对对，咱们最喜欢玩饶舌。嗯，除了饶舌还有什么？展现一下。最喜欢的啊 ，B-box。对，这个最好。哦，记得吗 ？B-box。对，这这哎呀 ，B-box 没完了。让你展现，你有什么特长没有？比孟鹤堂好的那个 B-box， 大家来一来。不好来呀，怎么了？笑了。你把手机还给于老师。你这个你是拉出来都给吃了是怎么着、啊、就是这么的完美。这什么动静？这是这就是 B-box。 没听说过 B-box，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刚才他也脏了，这个他觉得这不好，再来把你那个饶舌饶舌。对对对， B-box 给大家带来一段内蒙古 hiphop 饶舌。哦，梦碎，哭了梦哈，哭了梦碎个了梦碎卡，哭了梦碎，哭了梦哈，哭了梦碎，哭了巴拉梦碎耶，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黑怕万兔万兔你的神话猛塞卡拉苦那个猛塞了苦了巴拉猛塞了猛塞黑猛塞给 K 库的妈都给你谋那个干哈呢干哈呢莫都给你谋啥猛塞卡拉苦那个猛塞了苦了巴拉猛塞了猛塞黑大地瓜烤地瓜一块钱能买仨猛塞卡拉苦那个猛塞了干哈呢干哈呢我是你爸爸要要什么玩意儿唱得六舅似的真是没关系没关系啊但是他的艺术水平还是非常好的这有什么艺术跟拆迁队的似的你们家拆迁队都黑泡吧什么玩意儿这个你看他这人你得得你把那货叫过来吧你过来你过来吧哎呦你总算请对人了、啊、来吧你看有认识的这不张鹤伦吗哎对就是我哦、还有承认的、啊、这是我们 USB 里的 U 刚才、嗯、刚才谁往这喷东西了吧、啊、都粘了、啊、让不让人说了这是我们这里边的男 U 不是那个声 U、哎啊、声音的声男 U、哎、对为什么说是声 U 呢、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原创和改编、哦、对了这就是我的特色、哦、大家好我是张鹤伦此处应该有掌声、嗯、怎么样不一样吧他这个不要脸倒是说良心话这鼓掌是人情不鼓掌是本分就是今天本分人特别多呀、大伙这么欢迎你给大伙展示一个吧太多了你看这个话筒我都说啊、嗯、刚才是不是那个郭老师表演了一段 啊, 啊话筒怎么这么低呢哎我的天哪这个个头啊要了亲命了张伦你的年终奖没了我跟你说咱说良心话就他这个个头来说要改编先从他的个头改编这怎么改编呢这不用需要技术含量很高啊随便一首歌就搞定什么歌啊来一首 啊, 啊来个儿歌儿歌对了你看了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郭德纲他聪明又伶俐心地很善良他的脑袋很圆皮肤很黑眼睛放光芒就是个头长得像武大郎很客观还客观呢啊诬陷我们领导你这是这领导什么用、哎、这个改编是能耐呀你能吗你可以吗我能我也不敢啊跟你们说相声的你看看就几个都是传统相声嗯跟你说两话现在人都听腻了是啊谁爱听的传统相声啊嗯当然了你像传统相声当中你看有那个叫什么那个贯口类的节目哦八扇屏、哎呦那有很多番啊这你得改怎么改、啊、你要不改你现在人谁听啊啊对不对你像当年那个有一个叫莽撞人猛撞人张飞一段贯口啊当然说起来也比较练嘴皮子的哦那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抹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跨着马万里烟云兽手使战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丁真呆即用你家张贼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后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后的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自己得万古流芳莽撞人嘿好好这么多年就这回没忘你知道吗这有什么好的、嗯、这辈子挺好、啊、所有的演员都能不加思索脱缸脱口而出你可说清楚了 啊, 啊都得上于老那儿要香蕉这已经都臭了街了那这么不行吗当然了要想火就得改编、啊、您把这改编了改编成歌啊那您给我们唱唱也让他听听、啊、我看我们的作品啊、嗯、听着啊有一个男孩名字叫张飞圆圆的脑袋大大的眼睛胡子一大堆来到荡阳桥看见那曹贼大喊了一声曹操老儿今天你要倒霉叫你后退你不后退你打听打听我是谁我当过城管干过差遣收过保护费叫你后退你不后退你今天你要倒霉曹操闻听大喊了一声呀呀呀妈的绝了，看到没有？不，你们都什么品味呀？到这个，
日本版的曹操。什么呀这个啊，多这仨都不行啊，这仨怎么不行，这节目全不行，我们一个都不能要，一个不能要，这都不行，这团队节目你还没看呢，这仨还有团队的，多新鲜，最炫天团呢，来团队的我看看，团队当然有了，来我看看展现一下，怎么练的吗，阵型行了，让你这让你这这头演员你看看，哎别糟践头，大家伙来一回，都准备好了吧，哎听我口令啊，你态度态度，谢谢，好，表演完了。来来来，你都喊好了。情绪情绪，又走心啊！预备，预备，蹲，冲，摇。您说这是人吗？训狗来了？不要自我介绍话呢。刚才你说头，我想起他来，重新调整，预备，Action！ 娘子，娘子，啊哈！来，谁也不许报警啊！我跟你说，起来！干嘛呢？你们仨在这儿？不是不是，太骚了！等会儿，等会儿，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这个有稍微有点乱啊。这个注意啊，咱们把咱们白天要演的这个节目，啊，习惯了啊哈，咱们表演的是站着表演的，站着表演。白天要演这个节目，因为晚上还没到点呢，知道吧？白天要演的这个，预备 ，Action！娘子啊哈 You wanna wanna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anna wanna get her 我好想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在城市中漂泊，我的爱为你牵手，曾经迷失风雨中，我爱上唱情歌，我迷失夜的心斗，枯萎了所有，是狼给的诱惑，我唱起了情歌，咋的在渴望的天空，谁呀可里的夜色，干啥呀，是狼给的快乐，三脸呢，我唱起了情歌，在幸福的天空，咋的？你是我的所有，要养犊子！踏上了征程，寻找未来的天地。如果没有你的陪伴，我又怎么走下去？如果天，如果地能够永远在一起，我们每天就会留下一种爱的印记。哦，信不信了，信不信了，爱情需要勇气。不要相信天长地久，只就是一种运气。浪浪浪的心，浪浪浪的情，信誓旦旦守着花开，不会再孤寂。要要切克闹，哎。这节目还真不错，我送你们三个字儿，很给力 ，USB。